是第一次有人陪我过新年。哎，哎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大吉大利，新春快乐！耶！岁岁平安。早点回家。新年快乐！来。来，这杯我敬你，多谢你的慷慨，让咱们战队上上下下过了个好年。啊？怎么回事？你说让我迎财神，怎么个迎法啊？套路富二代最简单的方法，就是跟他们谈钱。你弟找东西不行啊！你不是说他贼精吗？我进去提点他一下。好，哎。叶总，床底下有箱饮料，你帮我搬下去呗。找到了。这么说，你们一直都在套路我。你主动送上门了，我们也不好意思拒绝嘛。都是你出的主意吧？叶秀啊，叶秀，我说你啊，